好，各位支持民主的朋友，大家好。好。我哋今日嚟到咧个目的好明確嘅，就系、是、反对呢个小圈子，系咪啊？系。因为呢个小圈子选举咧，令到我哋每个市民系冇票噶。呢三个候选人咧，全部都系靠中央钦点先能够上位噶。大家话系咪啊？系。其实我自己咧都深深体会到咧呢个小圈子选举嘅害处噶。選嚟選去都係嗰一個，你話係咪好厭悶呢？所以咧，其實我哋要就係爭取真普選，最緊要要有公民提名，令到我哋每一個市民都有呢個參選權利，俾多啲機會其他人。大家話係咪啊？係。上我哋一齊啊！不要小圈子，不要小圈子，還我真普選，還我真普選，不要小圈子。好，唔該曬。好，之後有請民主黨嘅許志峰。好，各位民主運動嘅戰友，大家好。我哋咧今日一齊喺度咧，話俾中央政府知道，我哋唔要北京欽點，係咪？我哋係全面全力反對小圈子選舉，係咪？有人話許志峰你係一位選委喎。你有票嘅喎，我想問有票嘅選委應唔應該反小圈子選舉啊？應該。我哋都係一樣，即使我哋有民主嘅光譜係唔同，有人有唔同嘅策略。你問我，冇一位候選人係代表到我自己我本人，除非呢位候選人係有經過民意嘅授權選出嚟嘅。如果有一日，我哋唔踢走呢個小圈子選舉嘅規則，我哋一日都要活喺專制政權嘅魔掌底下。大家話係咪？係。所以我希望咧，所有民主派嘅同路人，唔同嘅策略嘅同路人都好，我哋今晚要翻嚟呢個焦點，踢走小圈子選舉。我希望同大家一齊嗌幾句口號：自己政府自己揀，自己政府自己揀，自己政府自己揀，自己。我要有權選特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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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真普選，我要真普選，不要中央欽點，不要中央欽點，努力啊，加油！大家多謝大家。好，之後會有工黨嘅主席胡瑞山。各位市民，我哋要打下氣先好啊！不要小圈子選舉，不要小圈子選舉，反對中央干預，反對中央干預，我要真普選。選舉，因為我哋睇到而家嘅小圈子選舉裏面，無論係邊一個係去做候選人，佢嘅政綱佢係嚴重傾斜向商界，將我哋基層市民嘅權益係奉送俾佢哋去買票，佢哋唔贊成標準工時，甚至乎建議輸入外勞。對於我哋好多基層一直要求嘅全民退休保障，都係愛理不理、諸多推搪嘅。所以如果要真正保障到我哋普羅市民嘅權益，我哋一定要有一個制度，嗰、那個制度係要令到我哋市民有權提名同埋選出我哋自己嘅特首，真正能夠代表到我哋嘅特首。而今次嘅選舉，我哋睇到嘅係中央嘅干預不斷，無論係吹風、打電話催票，定還是係甚至乎明目張膽咁喺度話某啲人當選就唔會去呢個任命，呢啲都好明顯睇到我哋嘅小圈子選舉咧，根本咧就係已經咧腐爛不堪，呢個制度嘅腐爛先至會產生咗唔能夠代表我哋嘅候選人。所以希望大家一直
好，之後是等一等下一個的發言嘉賓，也可以講一講，其實我們很希望市民是可以知道、了解到，其實民主和民生是息息相關。其中以其中今年的一個的、就是、候選人為例，林鄭月娥，她經常都很自豪說自己做過這個社會福利署署長，但是她做社會福利署署長的時候，她做什麼呢？就是削減綜援，就是推一筆過的撥款，令到很多基層的市民，亦都令到很多的、就是、福利工作者呢，其實是飽受壓力。但是竟然可以在中聯辦的陰點底下、催票底下，竟然令到一班建制派無恥地去 all in 投票給林鄭月娥，這個就是告訴我們，其實民主和民生是息息相關，我們不能夠因為民生而忘記民主，亦都不能夠因為民主而無視民生的關係。好，之後有請下一個的提交登場。好，大家好。咁有好多人咧就苦口婆心，就埋我嗰度講，佢就話阿摩啊，你聽日唔好嘥張票啊咁樣。我聽日唔會嘥嘅，我聽日嗰張係白票嚟嘅。咁嗰張白票係咩咧？嗰張白票係有意思嘅，就係話咧，我覺得我有責任去反映我嘅選民同埋。在呢個雨傘運動嗰度咧，係爭取呢個雙普選嘅市民。咁我喺禮拜四都係探過曾建超嚟嘅。咁大家都知道龍和道佢俾七警暗角打獲啦。咁佢同我講，佢喺裏面咧冇事，關心佢嘅人咧唔使擔心。其實，那個白票是有意思的，這個意思是什麼呢？就是我講回五年前，不要說久了，當日都有一個公民投票去告訴選委是投什麼票的，當日就是多數人就說要投白票。我今天投白票是因為我覺得我有責任去為我自己信的嘢負責，亦都為其他信呢樣嘢嘅人負責。講嚟講去，小圈子選舉嘅秘密係咩咧？第一就係小圈子先有得陰點噶嘛，係咪啊？如果三百幾萬選民，你點陰點啊？小圈子選舉就係個禍根嚟噶嘛，你成日話中共陰點。你唔見佢喺立法會陰點到，佢夠想我死咗好耐咯。可以陰點啲人投我票嘅咩？或者陰點邊啲人投邊個票嘅咩？所以小圈子選舉本身係個禍根嚟嘅，冇小圈子選舉係不能夠篩選。第一，邊個入閘唔邊個入閘係冇辦法做到嘅。第二，就算入咗閘，佢都唔可以陰點。咁我嘅講法就係咁簡單啦。第三樣，仲有一樣嘢，今次共產黨連底褲都摸埋啦，就係話，就算你唔俾我陰點到，唔俾我篩選到，我最後尾嗰關唔委任你，連個底牌都揭埋出嚟，耳仔底嚟嘅，係咪？咁所以我應該是會投白票的，我相信很多人罵我，之外有位女士罵我，說我無恥啦。是不是無恥？我自己知道。我再說一次，我今次循這個公民提名入去參加的小圈子選舉，都是反對小圈子選舉的，是不是？入到就是說這件事，我入不到不代表說很多人在這裡說，就是說你入不到現在又罵小圈子選舉，我入唔入選，入唔入呢一個做到候選人，我都係鬧佢噶啦，係咪？第二樣有啲人話我而家暗撐林鄭，各位，小弟係喺2015年嘅五月，林鄭月娥去演講，我同埋快啲兩個人係去譴責佢呢一個。政改三人組
歪曲香港嘅民意。我係被檢控，我而家被判坐監七日咁多嘅啫，唔會多。咁如果你有啲人話我係暗助林鄭嘅，你話呢啲唔係無恥就係、是、無知。啱啊！有好多人又話：喂，長官你咁樣，你死等嘅喎，你下次冇票嘅喎。我喺度鄭重宣告，若果任何人覺得我反對小圈子係唔啱嘅，我譴責共產黨陰點係唔啱嘅，或者我用白票嚟代表嗰啲唔玩呢個遊戲嘅人係唔啱嘅，我鄭重宣布，你又唔好再投票俾我。我鄭重宣布，我係唔會用我嘅原則去換選票嘅。我再講一次，因為好多人恐嚇我啊，就係我下次一定死啊！我再講俾大家聽，我入去議會唔係要做議員，係要揭露呢個制度嘅腐敗。有乜理由我做咗議員攞到嗰個投票權，我唔係揭露呢個制度嘅腐敗？我告訴大家，若果我們有一個結論，就是我們反對中共欽點林鄭月娥，我們歡迎中共欽點曾俊華，這個是民主運動的末路末日。多謝大家。謝謝高哥。然之後最後呢，我們有請我們民陣的召集人歐樂軒呢，去跟我們講一講，即是大家可能都很詫異，為什麼我們今天來到這裡去做這個的即是終點的集會，這樣即是也都講回民陣的立場，這樣可以解釋一下。各位市民大家好，我是歐樂軒，大家好。那啊，有幾點啊，其實都是關於今次的遊行和集會呢，都真的很想來到去借住這個機會跟各位朋友來到去分享翻的。咁啊，可能大家都會即係有啲疑問話，喂今次搞遊行集會又冇申請通知書咁樣，咁啊選舉前夕，咁啊即係我哋好多訴求啊等等嗰啲，咁其實咧我自己都好想咧，即係喺度同大家講講我呢幾日嘅一啲嘅體會。第一就係講緊我哋點解會嚟到去搞今次嘅遊行同埋集會。在過往這兩個月，我不知道你有可能有很多朋友聽 BFA 在後面看不到，又或者有時看網上很多的想法，每天都是看這個的新聞這樣，大家都會來到去有個感覺，就是今次的特首選舉呢，即雖然呢就算曾俊華跟大家說要修補社會撕裂呢，但我見到民主派裡面的確就有另一種的撕裂的，有一些朋友可能會覺得我們應該要用一種叫做策略的想法，無論怎樣都好，我們兩害取其輕，就來到去投票給個沒有那麼傷害大的候選人，對抗林鄭月娥最緊要投誰啊，那就投胡國興啊，投曾俊華等等都好，這個我稱之為策略派。咁啊，另外亦都有啱啱好似長毛咁講，或者甚至亦都有幾位即係幾個政團亦都係嚟到講話，小圈子嘅選舉咧係唔應該支持嘅，因為你一支持，你就代表將個靈魂賣咗俾佢。咁啊，我可以稱之為原則派。我自己覺得其實大家講到尾，無論邊個政團，大家相信乜嘢理念都好，大家其實講緊嘅都係我要真普選。反對小圈子選舉，我自己搞今次遊行嘅，自己都係唔容易嚟到去揾企位因為我哋都見到今次嘅即係參與裏面，大家可能當初策略派有原則派，我相信亦都我今次嚟到去參與今次遊行嘅朋友裏面咧，唔同信念嘅人都喺度嘅。我覺得如果你見到政見同你唔同嘅人，第一，我希望真係可以同你講，唔需要嚟到去鬧爆佢。每個人有不同的主張，而我們都很清楚今次其實即除非有什麼特別的事情出現，根本就是林鄭月娥很大機會來到去當選，
我哋其實點樣樣嚟到去做，我哋用乜嘢策略都好啦，都冇辦法真係證明到大家嗰樣嘢一定係啱曬。咁所以我好希望我哋有一樣嘢，其實係更加重要嘅，就係話，如果我哋係拘泥於自己嘅一個信念、一個策略裏面，但係我哋就忘記咗反對小圈子選舉呢個其次嘅話，我覺得我哋係對唔住好多雨傘運動嘅朋友。係。所以好希望大家，無論今次選舉結果係點樣樣，無論大家點樣唔同彼此嘅意見都好，我希望大家之後我哋再可以檢討自己路向，點樣可以再繼續嚟到去爭取我哋民主，我哋行嘅路依然好漫長。第二，點解要申請不反對通知書？唔申請不反對通知書，其實我哋都見到2月22日，其實嗰陣時我見到警察嘅集會，我自己其實心入面有好大嘅怒火。我對警察冇恨意，但係我對於唔公平嘅制度，我係相當之覺得離譜。點解佢哋可以唔需要尊重一個即係公安集會，佢哋一路自己做出嚟嘅制度喎？但係就要我哋作為民間遊行集會參與嘅人，就一路要守呢個規矩。而今次其實唔好以為大家做唔到啲乜嘢嘢，我哋由東角度行到呢度，我哋有冇掉過一嚿磚啊？有。我哋有冇做過任何傷天害理行為啊？有。我哋係咪和平咁去進行我哋嘅遊行集會示威啊？係。咁所以證明其呢個咁嘅不反對通知制度真係冇用咯，係咪啊？係。咁所以即係我覺得都唔緊要，其實。即係我都好坦白同大家講，其實呢啲咧就唔會拉大家嘅，好近啦。即係我相信，如果拉大家，而家就包圍咗大家啦。咁可能拉我一個啫。我都同大家講，我係今次願意，因為今次事件係承受，因為我冇申請呢個通知書咧，而導致嘅任何刑責，即係可以告我非法集結嘅，即係等等啦。咁我覺得唔緊要。這個是我們去做公民不服從的一部分，我們都希望大家能夠，我很多謝大家理解，我們亦都參與了，亦都真正顯示了我們一班支持民主的市民應該要有的質素。第三，我覺得有一些掌聲是要給一些我們的友好團體的，我很希望大家可以給掌聲關注基層住屋聯席。咁點解呢？因為大家都會見到即係我哋就算嚟到呢個集會，咁可能都要預備今晚嗰個晚會可以做到啲乜嘢嘢㗎嘛。咁即係我諗有好多朋友甚至話：喂，唔係喎，我哋不如過夜啦，過到聽日投票啦咁樣。嗱，今晚有機會今晚即係關注啲人小聯席咧，有啲街坊會喺度過夜咁樣。咁但係當然大家未必個個即係做得咁盡啦，即係我好明白。當中很多市民可能有些又不方便啊等等啊來來往往咁樣，但係我覺得作為民陣，我自己很相信一個理念，就是我哋要有一個平台俾大家，可以俾大家有不同機會嚟集會，俾大家嚟到去表達大家的意見。我哋有遊行，我哋有集會，我哋有很多不同的參與。咁我哋好多時候都會諗，如果係要搞今晚的一個集會等等，咁可以點做呢咁樣。咁我咁啱亦都知道有即係關注基層住屋聯席嘅朋友喺今晚做一個集會，咁我覺得大家咧即係有一啲環節係我哋嚟做，即係我哋唔同團體今日上嚟發言，咁呢個係民陣我哋預備嘅時間，咁亦都陣間咧佢哋亦都會係喺我哋呢一個地方度咧嚟到去做一啲節目，咁我覺得有興趣嘅朋友係可以參加，但係你話如果唔方便或者等等咧，我覺得唔緊要嘅，咁大家可以即係再即係。憑自己可以能夠付出的就來到去做，但是有一點我相信也是相當之有意義的，就是說不要看小大家今天來參與我覺得人數多少不是一個最重要的問題，最重要的我可以跟大家說，我在我面前這裡有很多部機對著我今天我相信在這裡採訪的媒體呢，首先一定有齊本地的媒體，但我告訴大家，我事前收到說會來採訪的媒體其實是來自世界各地，包括了俄羅斯、法國、英國、美國什麼國家我都可以想到的，
咁我好希望我哋即係其實作為香港一班爭取市民，一班爭取民主，我哋一班嘅市民，我哋正正就係要向國際社會講，我哋係應該配得有民主嘅，係咪？係。所以大家，其實我哋亦都係透過今日嘅遊行同埋集會，演示緊俾全個國際社會睇，我哋仍然有一班香港人，唔係單單支持咗某啲候選人就以為個制度唔需要嚟到去改變，我哋仍然係支持我要真普選。我要真普選，我要真普選。所以聽日我哋依然都係即係有另一個遊行嘅，咁啊，我哋喺灣仔家計會嗰度再出發嚟翻呢一邊稅務大樓或者中環廣場裏邊，我哋好難，即係我哋未有一個好確實嘅地點。咁最初步我哋嘅定係去中環廣場嘅，不過我都要話俾大家聽，聽日你去中環廣場咧。咁啊，就其實係唔容易行嘅，因為大家見到我哋嗰個專業咧，話俾大家聽，有四大土共團體係已經申請咗咧，喺呢個中環廣場嗰度搞集會㗎啦，咁佢可能會辱罵你，佢可能會甚至喐手，但係我都希望喺度同大家講翻，我哋係唔驚嘅，係咪啊？我哋唔係要同佢喐翻手。我哋今日嘅和平嘅集會，我哋今日我哋演示俾所有人睇嘅就係，我哋唔會喺集會度講粗口，我哋唔會喺度侮辱其他人，但係我哋起碼我哋展示我哋應該有嘅質素。我哋聽日我相信我哋都能夠展示到爭取民主嘅我哋一班參與嘅市民，我哋係可以做得出我哋應該要有嘅態度。希望大家嚟緊嘅路仲係好漫長，希望大家可以即係繼續嚟再參落去，好冇？好，多謝大家。好，唔該曬民陣召集人歐樂軒。咁之後嘅時間咧，基本上我哋就要交翻俾我哋呢一個嘅關注基層住工聯席。咁琴日咧，我記得聽個言猶在耳，就係工聯會講到咧，就係話喂林鄭月娥嗰個政綱咧，就係勝一平咁樣咧，所以咧就要 all in 俾佢。但係究竟林鄭月娥嗰個政綱係咪真係咁多個候選人裏面最好嘅呢？即係我覺得大家係真係要睇翻啲候選人政綱。咁之後咧，關注基層住屋聯席嘅朋友咧，都會同我哋去檢視翻啲基層住屋嘅政綱嘅問題咁樣。咁之後嘅時間就交翻俾關注基層住屋聯席。Jimmy， 我哋可以再重申翻聽日嘅集會嘅時間、地點，希望可以即係如果有啲朋友即係準備翻嚟嘅朋友都去咧，可以知道聽日個安排。好，聽日咧就係朝頭早九點半，朝頭早九點半喺灣仔家計會，即係修頓球場旁邊家計會嘅空地嗰度咧就集合。我哋會遊行去到中環廣場，即係喺呢一度隔離嘅一個位置咁樣。咁希望大家亦都可以準時九點半，即係之前咧就到達我哋呢一個嘅即係家計會嘅位置啦。同埋重申翻今日嘅遊行同埋集會咧。民陣咧都係不會申請不反對通知書。我公安惡法嘅問題，本來喺殖民地時代可以了結咗嘅，但係因為林立會一個咁樣嘅怪胎，即係修復翻呢個公安惡法，加入咗呢個不反對通知書嘅條款之下咧，令到我哋申請，令到我哋安排遊行集會啦，有好多好唔合理嘅情況出現咗。咁希望在場嘅市民能夠知道，即係聽日民陣嘅安排咧，都係同樣係。不會申請不反對通知書，但係我哋相信，正如今日參與遊行同埋集會嘅市民一樣，香港人以我哋最高嘅質素、最堅持嘅態度，用我哋嘅腳步去顯示翻香港人堅持，我要真普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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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真普選。咁我哋交翻個場俾基層組聯盟嘅朋友。